总统萨，共同加油。我呢就从92年工作在我们医院了，就是一直的从事外科系统的工作。去年我一共去了12次，都是以带队的形式出去的哈，带着我们队有100人、200人这样队伍出去外面查核酸的啊。所以周四早上就说那时候说了有这么的计划，所以让我们立马组织50人的队伍。再来就说自愿原则，再来就是我们粤语一定要是很流畅。个个都识讲广东话啊，要同好好沟通，啊，大家就以个和谐为好，大概是这样子的原则，也没有说特别指令是谁，大家都是比较踊跃的去报名了。说白话肯定是没有的问题的，因为我是本土生土长的广东人，想做的事其实是他们是支持的，但是平时在医院工作的话。也很少回到家里跟家人相聚。我们来了，共同加油！下载 N 视频 APP，N 种方式打开世界。